我们想问做剧情的开心啊，你做啊，哇，他还是很喜欢呢、欸。我们已经帮他起名字叫小一。今天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出怎样。开心吗？你的主人带你来探你。哎，你又当爸爸了一天。啊，乖。我一定要抓紧这个小 A， 然后其实我小 A 有粉丝，你知道吗？他到现在小 A 比我们还粉丝。哦，菲尼。啊，干完了。真的啦，那里跟的还是假的。我反正觉得说这一次的 plan 之后呢，会让我们就是感情越来越好啊。Goodbye， 这是真的走、哦。那么久，难得有点成绩，日夜难熬，只为了想个主题，一直都为观众努力，从未变了心，若能逗你笑，这是我的荣幸，辛苦的背后，哪怕只有你来听，就算另上遍体，我永远都不会放弃，希望努力可换来大众的影响力，可以颠覆逻辑，然后创一个世纪，他人都想着如何 clickbait， 而我只想着如何另类，曾经创作谁都给忘了订阅，都忙着为创作点缀，虽然偶尔犯了点缀，少年们都别再多嘴，你们只显得浪费口水，还不然盖盖棉被回家早点睡，早早醒来戳起昨天犯的罪。 So 你有鸭吗？小时别忘了对自己说句 Let's go， 提醒自己可没钱，但不能没了梦。卸了现实残酷，但是从未被他牵着走。瞧不起我的放心，我又是你把你 get on。我懂我懂，地图没有写着全部，也明知自己没有认路的天赋。大家梦想的路，我还不想认输，因为我已经没有本钱可退路。他们都想着该如何 clickbait， 而我只想着我应该如何另类。创业创作谁都别忘了订阅，算命都别再多嘴，只显得浪费口水。Ending pause. OK.